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
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
中多有一生不出，其书生多非是神书所能知之，凡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所舍利多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善善能聚会一处舍利佛，不可以超生各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。若有善男子善女等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念命中是阿弥陀佛于诸神中，现在及前世人中是心不念他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弗，我今是离故说此言，我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东方已有阿处离佛，须弥相佛大须弥佛，须弥光佛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土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此誓言，如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无念尽舍利弗，满方世界有日月等佛，明文广佛大眼见佛，须弥等佛无量尽尽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土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此誓言，如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无念尽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，无量相佛，无量众佛，大光佛，大明佛，宝相佛，净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土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此誓言，如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无念尽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眼见佛，最深一佛，南俱佛，日生佛，光明佛，如是等恒
是便是方，一切有情。
十oh
子Yeah.
Oh.
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做一个三宝弟子，就要护持三宝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多造佛像，代表佛陀的身体。第二个呢，护持佛陀的口业，那我们要多印经典、佛书去推广。第三个，护持佛陀的心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舍利塔、佛塔、转经轮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、小型的转经轮、大小的舍利塔，来放置在任何地方，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心，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。阿弥陀佛。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，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，庄严世界，净化人心。欢迎护持佛像、经典、舍利塔制作，划拨账号19658482。